吓得刘句号没笑刘问号，不许耍赖哦。男，别逼我角色啊！我真大岁数了，别给我开玩笑。还没走？不会吧？他该不会是要劫色吧？怎么才能让他知道我长得一般？我也不能直接回头啊！有了，他躲了。看来这人胆也一般，想想办法，我一定能把他吓退。有了，喂，陆哥，我已经化妆成女人了，我现在就去取了扫镖的狗命。啥人？我几号？什么？快点走，我的。哎，大姐，我这小破店里刷卡也行，都是别人给我刷卡，我自己也没带卡。支持手机转账，你要多少钱？你有多少要多少，能商量不？怎么商量？能结色不，弟弟？我的天哪！大姐，你就不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吗？我长这么大就不知道什么叫法律？法律呀，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。法律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整个社会。依照法律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的方式被称之为法治社会。记呀，不会写字儿。